陈银河，啊，玩大球去。我去，这个陈银河是不是我爸？从离婚证上看，我出生仨月你俩就离了，17年了，终于让我遇见你了。 你知道他是谁吗？陈君和，学校出了名的坏孩子大魔头，老师都拿他没办法，你惹他干啥？你跟他有仇啊？我和他有仇？有个屁仇！我跟他说，他都帮你办好了，你明天就能去上学了。这么快？妈，我上学去了。你等，让我老师老爸，你给安排座位。你先问一下，从哪儿出发？ 什么意？你旁边的这个脑子有问题吧？你才脑子有问题！他刚才跟我长大一说，实在是个混蛋。当然，也是李青从高一开始暗恋到现在的白马王子。我是新转来的，我叫李金波。你去。 哥，踹你那丫头，绝对不是咱们学校，给我抽好几天了，根本没这人。我找的那俩跟班的，从三中校服那俩。不过我记得我胖点儿，就跟这丫头长得挺像的。就是丫头，给我站住！我哎呀，啥好说话？哥，咱俩说一说。放心，不打女的。 这别动了！哎，我推。陈君豪，这是在学校。哎，哥，你冷静点，哎，咱着急啥？我推。他推我。推你咋了？大宝，你干嘛呢？他推我。给我坐下！哎，大宝，我干啥呀？快给我弄车上啊！哎，不是杨主任，你抓我干啥呀？哎，我就上这隔壁班串个门儿。 谁推的我？谁？为什么不踹别人，但踹你啊？我咋知道啊，主任？我还想问他。你是受害者，你整天在学校里耀武扬威的样子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要是让我知道你再在学校惹一次事儿，我保证，你再也进不了三中的门。我都跟您说了，我就是走路不小心撞到了。 这是属于意外的肢体接触，意外撞的治愈伤脚吗？最晚明天下午之前啊，写一份3000字的检讨送到杨主任那儿。